神呢是阴阳两个东西的阴阳的完整的一气，又测不到，叫做神。所谓测不到，就是小叶不知道我，我呢，我知道你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一旦知道我了，你的气流变得很什么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感觉得到？因为我现在给你一点小力，那你处理我就很好。如果一旦连到了呢，我如果很快呢，连到的东西你还怕什么？外家拳是这样打你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今天一旦我们是有外家拳，总会连到的。如果快速要打你，你还不是您的形意刚的就来了吗？因为进来就有刚柔啊，阴阳两个气呢，如果是测不到，小叶你现在知不知道？因为你感觉不到，但是你可以看得到我的形跟势嘛，哈、啊，但形势来还没有接触，这个叫势嘛，形势。来，我外形这样动，是不是有个势啊？只是被你钻进来了啊？那我这样打啊，还不被钻？那如果这样呢？你为什么会退？我有这个形啊，你是不是用那个形？有一个往我身上穿过了。那这个呢？你先讲这一边，先不讲这边钻。首先，我的接触点已经消失了。接触点像这样引进嘛？然后你还是不退，还是不做阴阳的东西。什么时候通？这是引进吗？这是没有进。那后面呢？合集出波。所以它的概念都是，我们说意在精神，用神来导的话，就是导气嘛。我没给你力嘛，你做的也对。如果给你力过去，就像十字手是不是打了？因为从你的过程开始，和速度很快，还不是力？我又不是这样打，对不对？反正你知道的，那我给你不知道的，看你还能打哈？你还可以这样打。如果你不知道，还是往这打。一路上都不知道，等你知道的时候呢，知道的时候你就，这是很客气的，因为这个在地上，对对对，你可以在我的腰上，对对，所以这样，他就到最后你一下说，人不知我，我不知人了，你测不到我测的。你看，从这个距离到这个距离，我还需要做苦功吗？因为他不知道我，我就不需要做苦功啊。如果你现在让我搬动一下，好不好？就是但你还是沉着，让我搬动啊，让我搬动。我做的苦功做死，结果你觉得你舒服还是我舒服？我在做苦功，你只要松沉，因为你知道这个搬没有用嘛，你知道。就做一个松沉，而且在搬当中我可以怎么打？因为你只要把这个骨节松下去，这个沉下，来，你这个就可以坐在那，这边就可以坐得到，我两边你就是下面就，对不对？你做苦功还是我做的？那如果我是这样，像两股气流呢？这样掰一下，小叶，你觉得？你为什么会被移动啊？啊，在影响。那你不动了？空间里面又没有。对，你突然一不动，它就从别的地方。这个就是阴阳莫测未知神呐、啊。好，我在跟它动的时候，我已经在退了呢。你为什么会守这边？其实我在退的时候，好像已经有了这个。但我现在这样脚步是在进，我现在是不是在进？你觉得我死了？那你退了？那我已经退了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你怎么？因为你还在被退的当中，对不对？我已经走了，你会还在退？哎，他已经向气飘走了，你还要回来，怎么退得到？对吧？因为你说，如果用气，现在我围栏的是你的气，气是不是会变成一个好像变成累赘的？对不对？如果我的气比你粗来。
你用气流，但等一下你就突然就离开我，像气流，我会追不上哎，你懂我意思啊？因为我这个是比较什么粗的东西，只要很轻就离开了，我还是追不上，因为我还在被我的力阻碍掉。你来感觉一下，我已经离开了，端正一下。那我这个近了，我已经离开了。那你如果你要来打我呢？已经，所以你是距离来打我是严重，还是你知道进退来打我？你就假扮一下，输就打一下。因为刚好你摸到皮肤，它已经哎，因为我太习惯了，我不会中间有挡一下，我就摔下去就惨了。这每一个都有可能是假的，也可能是真的。好，这是绝对气流了。你看我已经退开了，往这边来了。这个速度是很快吗？啊，静红，你觉得速度很快吗？啊，速度很快吗？感觉不快，可是你要问当事人啊、哦。你还在推，我已经到这边了。因为你正是在你的手里。哎，我已经离开了，你又追不上。可是我来的时候，你这个就是很难受的，对吗？那个主宰，那个神在我的那边。